我是林子平，这是我的 portfolio。我今年是99岁了，但是我的心不老，我是还想画下去。1981年从学校退休以后，认真地说话，我就是去画新加坡旧街景。当时新加坡想要重建发展新的建筑，那这些旧的面貌恐怕会消失掉，我就赶快呢抓紧这个时间啊，认真地到这些每一条旧街道、旧街屋去画它。我过去呢，就是说，可以说是看什么画什么，我看我画。现在呢，我在家里头就是靠头脑，现在就是利用把这个书法呢发展成为这个抽象的艺术，尽量把书画的线条用在这个图画的上面，再加上一些颜色，变成一张抽象的画。这是我晚年是想就走的这条路。这个 Jazz 画廊收藏我的画，或者收购我的画，啊，把我的作品在他的画廊展出，那么给新加坡人看。8月期间，他想要把我作品带到印度很有名的这个展览馆去展出，我觉得是一种荣幸，也是我们的国家的光荣。生命有涯，艺术是无涯的啊！人生苦短，艺术是千秋。百年以后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还是要做一个画家。